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又来到我们生存接力的时间了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做什么？上集小白做了什么？这里是一棵树，有一些月灵在这里。所以这里是月灵房间吗？哇，好多石头哦。他挖下来的都放在这里哦。挖了一个大坑，放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是这个山壁哦，在家附近里面的山壁。在这里哦。之前我不是在这边做一些机关吗？现在被改成这个样子了。好哦。看一下告示牌哦，捕捉玉林，并帮他盖个家。OK， 看一下观众给我什么任务哦。小白每一次都是抓生物，好好玩。希望秋风做自动挖光体。自动挖光体要有青蛙嘛？青蛙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小白有带青蛙回来，应该还在吧？进去看一下。小白有抓一些青蛙放在青蛙咧？青蛙？有听到青蛙叫声，没看到青蛙本人。青蛙在这里，有一只哦，一只而已吗？应该会有两只左右吧？没有了吗？没看到第二只了。那我们只有在野外自己再重抓了齁，然后带到地狱做挖光体农场。走了，出发寻找青蛙了。没想到小白找过的东西我还要再找一次。红树林在哪里？好了，我们找一下啦。红树林和沼泽出来咯，我们发现沼泽区域了，所以这里有机会有青蛙吧。虽然不是红树林哦，不过沼泽就会有青蛙，我们只要抓两只去繁殖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竟然是找到沼泽，不是找到红树林，我有点惊讶。游路，可爱的小青蛙一只，哇，两只，这里还有三只，通通都带走。我要不要顺便找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史莱姆打一下，让他们繁殖，顺便捞几桶。捞那个蝌蚪出来。史莱姆，我来咯！杀杀杀！史莱姆！走开！我要杀史莱姆而已，我只是要繁殖我的那个青蛙而已啦。先杀死你们哦，这些量应该很多了吼。随便砍砍就这么多了。好，回去了。来，等你吃史莱姆球。有一个，有两个。好了，可以繁殖了哦。交配，他们有在交配吗？你们好像很忙。在这里产下我们的青蛙卵哦。我在这边把青蛙这个卵围起来，以免蝌蚪那个孵化的时候到处游嘛，对不对？蝌蚪孵出来咯，有三只。这么好哦，一只，再来哦，把这三只都捞走，两只。我带很多水桶，就是要来捞这个的哦。都捞走了。那这些青蛙就放生，回家咯。回到家里，我先把这些蝌蚪放在家里面这里好了，让它可以孵化一下。让孵化之后，我再拿史莱姆球，再养第二批，再到地狱去哦。既然要做挖光体农场，所以我要去找一下那个史莱姆熔岩史莱姆生怪砖哦。
来了，来到地狱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，这里怎么那么多？这么多？太多了吧？这里怎么都是铁巨人？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哇哇哇哇哇，满出来了、欸！哎、欸，是我的那个。哇哇哇！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满坑满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那个生怪塔，生铁巨人，嗯，哎、欸，然后走到这里面吗？喂、欸，哪里可以生铁巨人啊？是这个山壁生铁巨人，感觉也不像啊。你们在哪里生啊？不然我把这个山壁挖低一点好了，把这里稍微挖的低一点哦。到底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太可能里面生这么多，还是小白去特别做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未解之谜有没有？好了，没关系啊，这里的铁巨人这么多，也确保这边的安全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去找我们的找什么哦，史莱姆神怪砖，龙天史莱姆神怪砖，然后堡垒遗迹嘛，对不对？堡垒遗迹才有。哎呦，发现第一个，哇，这边还有猪人没有打哎、欸，哎有哦有，我先换一下我的装备，居然猪人都还没打，所以这个是，哎呦不要乱了啦。不要乱了，我先躲进去好了。先跟他打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退，我退。哎，哦呦，腹背受敌有没有？哎呦，哦，好好，干掉他了，干掉他了。我先躲到里面去，看会不会有史莱姆生怪砖。如果有的话，就这里了。这里东西都还没拿过哎、欸，哇，有需要拿吗？看一下这里哦，有唱片呢、欸，还有铁力、金力、铁金锭，哇，好像可以稍微拿一下哦。哦，有一个玉髓升级，哇哎、欸，我心心念念的玉髓升级，总算自己再找到一个了哈。这些好啦，我那个这边之后要做塔、啊、应该混会常常来吧，所以应该也不急于一时拿在身上吧。如果这里有史莱姆神怪砖的话就要做塔。哎，到了，这里感觉不是，这里是种地狱疙瘩的、欸、要宝藏室才有史莱姆生怪砖，是不是？哇，那样子，好像还要再找，还有点久。那样子我就要把东西带走了。有了，又发现一个新的希望。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有来过、欸，哎，有插火把的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有没有？哇，这个是桥的结构、欸，哎，这里原本有一个金珠珠嘛，然后因为来过，所以不用被挖掉了、哦，所以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史莱姆生怪砖了。继续找下一个，有了，又找到了一个哦，第三个，这一个有没有希望？哎，不知道哎，先换一下好了，把它换上去，吃饱饱。然后下去看一下哦，哎，这里也没有探索过、哦，还有这个朱布林蛮兵要打，哎，也不是，哎呀，又是这种，不打了，直接飞走，哎，有人来了，逼我要打了，逼我要打架了，我才正想要飞走而已，嘿，飞走。逼我打，我不打，再找下一个。第四个有没有？是不是这里？欸，感觉又不是嘞、欸。这里感觉不像，对不对？不像有啊。可是也没有，
也没有那个哎、欸，也没有中地狱疙瘩，感觉怪怪的吼。又发现了一个，这个好像也是没来过的、欸，直接跳下去看看，哎、欸，啊有哎、欸，这是宝藏寺的，中了，终于中了，我们快要把这里清完了哟，哦哟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哎呀，还有，看到就砍死你们哦，后面有人在偷砍我。这一把剑好痛哦，是怎么样？那把剑有附锋利哦。哎咻，打完了，到宝藏寺了。到宝藏寺就会发现这个玉髓升级，玉髓定，哎，爆炸保护头盔，投射物保护头盔。那个，所以我之前啊都没有找到玉髓升级，今天一口气就找到两颗哎。而且直接让它喷到岩浆里，好随便哦。好啦，有了这一个，主要就是要史莱姆生怪砖。其实我只是要史莱姆生怪砖而已啊。嗯，有了史莱姆生怪砖，我就可以好好的利用，做成那个挖光提塔了。要做挖光提塔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先把这个生怪砖下面这一块土地。先把它铺起来，不然我根本没有办法加工运用嘛。好，我是用这个把它铺起来哦。我随便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哦。等一下再处理这边啦，我想在这里立一个地狱门，方便我直接快速的来回这里哦。就在这边直接帮你堆起来。哎、欸，以后就直接传送到这里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在这边做一个？那个回家的路啊，方便我到达这里。那个先立起来啊，先回去看我的主世界在哪里哦。哎、欸，是空间气泡。哦，这里超远的，而且感觉超下面。好像走地狱比较方便哦。可是主世界可以飞啊。好难抉择哦！挖出来了！哎呦，附近有冰刺地形呢。我主要是挖出来，想要捞一些那个粉血桶啊。哎，我的水桶，水桶没有带在身上。有一些那个粉血桶，我就可以把那些出生是大史莱姆的化成小史莱姆、哦，小史莱姆就直接被青蛙吞掉，大致上是这样的、啊。看来挖上来也没有什么用哦。那个先回家一趟，之后拿水桶来，在这边都是雪地地形，应该会蛮好找到那个粉雪的吧？嗯，希望啦。我们先回到家里准备一下物品哦。我想用直接用玻璃好了，用玻璃盖出来，这样大家才知道我在盖什么嘛。继续回来我们的建设哈、哦，这个史莱姆生怪砖的话，内部空间大约我觉得留11格极限啊，其实9×9格应该差不多了哈、哦，没关系，我这次留11格哦。沿着生怪砖下来，这个是第一格嘛，这边两边加起来就是3、5、7、9、11，哎，到这一格差不多了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的框框是要从这里开始围的，这里是我们的框框。哎呦哦呦哦呦，做这个生怪箱最麻烦的就是一堆怪在这边，一堆史莱姆在这边阻拦你。生怪范围封好了哦，这里这个内部空间是11×11格啦，这个生怪砖呢就会在这里转，怪都会生在这里哦。那个它会生大只和小只的嘛，接着我们就是要去捞一些粉雪放在这里。哎，总算找到了啦哦！我现在发现我要找什么都没什么哎。这一片山头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啊？就是回到家里附近找的哦。刚刚在那个
那个什么做生怪塔的，做那个史莱姆熔岩史莱姆，那个挖光提塔那附近，什么都没出现，只有回到家里才有。哎，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吗？我有陷下去吗？嗯，哎，没有，走得很好，走得很好。什么时候才会陷下去？顶蕊？哎哎，有了有了，顶蕊啊！哦，在这附近，顶蕊啊！那个这些桶可能不够我用哎、欸。嗯，我去拿那个啦，介福壳，把里面装满，这样应该就够用了吧？焚血桶，我们回去，我们直接装满一个介福壳哦，这个应该够用了吧？虽然我也没去算它到底要多少个，飞，我飞，哎，飞不出去。我在史莱姆生怪砖那边有用那个地狱门嘛？地狱门传送出去，哎、欸，就有什么哦？就有雪地，就有青那个绿色的青蛙，我就在那边孵完，直接拉回去，不就好了吗？其他生态域也在那边解决哦，那里应该比较好拉啦，就是主世界不需要走这么远，应该是。好拉很多的，哎呦哎呦，我好像走错路了。回到生怪砖这边哦，我决定先在底层这里先铺铁轨，然后上面放漏斗矿车，然后再这样比较方便集收那个什么收集啊。毕竟我这下面就是岩浆，不好处理哦，一挖就掉下去，真麻烦。所以先放这个铁轨。铁轨铺设完成了，表示我的收集装置已经完成了哦。接着就是要在铁轨玻璃这一层再盖一个让怪可以踩跳的地方。平台补好了，紧接着我们要在放泥土的上面放上我们的粉雪，这样子大史莱姆出生。就会被这个粉雪冻死哦，所以我们要放的区域是在这些位置。哎，放的好像很多哎，我这样子捞的粉雪够吗？我把泥土砾石全部拆掉了哦，下面的矿车也开始动了哦。这样子，如果我有青蛙在里面舔舔舔舔舔舔舔，哎，这些小史莱姆就会被这些青蛙舔下来嘛，变成挖光体，然后下面就会收集到这里哦，就有岩浆球。现在岩浆球就是嘛，我砍的。那个这样子的话，一二三三格。青蛙会不会跳出来啊？所以我应该要加强一下，不要让青蛙跳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要再加高一点。这边呢，我把这里的天花板也封起来了哈，里面有一二三四五格，哎，蛮多的，应该可以很好的生怪了啦。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哦，先把这里用这个地板门先稍微挡一下哦。这样子他们跳不出来吧？不管他了啦，我先去把青蛙带回到这里哦。除了这里放一只蝌蚪之外，我们还要在其他地方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不是石岸？石岸也可以放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，我就在这里也放一个好了。石岸的出来了，真的是不同颜色了、欸，超棒的！哎、欸、哎。欸这附近就有两种颜色，这里可以有第三种吗？如果静静的就有第三种，我就太感动了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算了啦，有两个已经不错了。好了，我们把两只青蛙都放到里面了。青蛙现在开始在吃史莱姆，有没有？哎，喷出挖光体。那就被下面的漏斗矿车吸收，然后到这里面就有两种挖光体了。感觉好像再抓一只进来好像会更棒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里其实还是有熔岩球哎、欸，所以
一次满足哎，大满足。终于把白色青蛙带到地狱了，走了一段路，那个立了一个地狱门，把它拖从那边拖进来哦，哎，到了到了到了，走走走走，跟着我走，这样三色青蛙都有了哦。好了，三只青蛙总算都封印在里面了哦。这样子他就会在里面等那个这个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。我们的大史莱姆冻伤之后呢，就会一路变成这个中史莱姆。中史莱姆也有削到头嘛，继续冻。冻完之后就会变成小史莱姆齁。有时候小史莱姆可能会不小心再被冻，就会变成那个熔岩球嘛。那没有的话，就会被我们的这个青蛙全部吃掉吼，变成蛙光体。哇哦，已经有一组了，所以我们的自动蛙光体农场制作完成。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找到这个生怪箱啦，那个制作这个不难哦。然后再下来就是牵三只青蛙到这个位置比较难，其他的再过来可能是找分血吧，那个建造一点都不难哦，因为这个蛙光体农场离家实在太远了，我懒得走回去了哦。我在这边立一个告示牌好了，直接遥控下一集的小白，小白，我做了这个，记得帮我贴告示牌。贴在家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